各位弟兄姐妹、来宾朋友，安息年快乐！欢迎大家来到主的殿，我们来一起敬拜主。今天是特别的日子，因为今天是安息日，而且呢，今天有一些我们教会的姐妹参加了妇女退休会。今天看起来人比较少，可是呢，我觉得我们的心还是非常的火热，在这么好的天气。那在开始的时候，我要念一段在这一周的学课上的一段话：我们与耶稣靠得越近，我们彼此之间也就越靠得越近。我们会用新的属灵的眼光来看待事物。基督的灵使我们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彼此。以前以往曾经困扰我们的琐事，在基督的恩典中重新被建构。所怀的敌意也在他奇妙恩典的光照下得以释怀，旧恨和争端都尽量搁在了一边，障碍被打破了，福音愈合了破碎的关系。这都是因为我们跟耶稣认识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来唱我们今天的第一首诗歌《认识你真好》。
这就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恩典。在主的道路上，我相信我们会有主的引领，让我们一起来唱《恩典之路》。在今天
们一起起立，唱我们的开会诗赞美上帝。